有话快点说嘛，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我还要去赶车呢。知道，我不会耽搁你太多时间的。你说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夫妻。我们还叫夫妻啊？夫妻两个人要说句话。 约的咖啡馆里头，说出去简直是大笑话。就算是笑话，也只有我们两个笑话。我只希望笑话不要闹得太大。这笑话闹得还不大？你听过没有？嫂子无能，改名换姓，这对我来讲是多大的侮辱！可是宏宽，这也是爱啊。我们俩之间还有爱。 结婚到现在，甚至结婚以前就天天争吵。我还有爱，宏宽，我不相信一对夫妻能几十年不红脸，那我倒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修养很好。那就一天到晚吵好了。吵，总比分开的好。那我却觉得分开比较好。 这门亲事我是受够了，尤其是岳父大人，太跋扈，太自由，自我为中心，给我多少难堪，我可以忍受。说的好听一点，我可以自欺欺人，说是牺牲是奉献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是个男人，男人做事要挺起腰板来，我多受不了。一天到晚后面这些人指指点点的，我怎么能做事？ 做人，所以，我们还是趁早分开算了。哦，这是我第二次跟你提出来，我希望你能慎重的考虑。一个是我的丈夫，一个是我的爸爸，你让我说什么呢？那，你叫我来，让我说什么呢？说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不离婚。 知道，盲目的破坏是很容易的，有目的建设却是要大费力气。令尊有的是钱，他可以拆了再建。是的，有钱，可是没有工程师也盖不起。我爸爸，我知道，只要说到他，你就会不高兴。 可是我要让你明白，他不是一个势利跋扈的人，所有有钱人的缺点他都没有。他年轻的时候想做一个艺术家，可是他却做了一个成功的商人。就兴趣方面来说，这么多年他压抑着自己，这是不平衡的。你是医生，你应该比我懂。在你爸爸眼里，我什么不懂？ 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是宏宽，你在我心目中你很了不起。好了好了，到现在了还说这些话。宏宽，我要说，我要在你离开台北以前，我把话说完。你的工作太忙，你现在又要出差，我真的没有机会跟你说话。我要让你明白，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不一样。 但是归纳起来，只有三个字：我爱你。我的话说完了，你走了，再不走，我赶不上火车。 叫你找宏宽的事儿怎么样？嗯？啊，爸爸，我去找了。他怎么说？他是不是坚决不肯回来？是不是？不，爸爸没有这个意思。宏宽他也承认他自己脾气不好，希望你能原谅他。空口说白话有什么用？
他人为什么不回来？爸爸，他这两天比较忙嘛，而且我公公又刚回来，心情不太好，他就抽空陪了他。再说医院这两天又派他到中部去调查几个特殊的病例。有这么重要吗？那我给医院打个电话。爸爸，不要嘛，这是比较特殊一点的病例，我们是不懂医学了。不过我听宏观说，研究这几个病例可以奠定他在医学上的地位。哎呀，女儿女婿又不是犯人，下文口供死了。妈，爸爸关心我们，我是应该说的。哎，这还像话？不过慧玲，你是知道我的脾气，你可不能骗我啊。爸爸，我从小到大都在你身边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好，我有点事儿，我要出去一下啊，陪你爸爸聊聊啊。你走吧，我跟我女儿已经好久没在一起聊天了。你说了些什么？刚才你不是都听见了？慧玲，他们男人家都是粗心大意的，妈从小把你抚养长大，不会看走眼的。告诉妈，也许妈还可以给你出个主意。我是骗你，宏宽要跟我离婚。是昏了头，他到哪儿去找你这样的太太？我真想去骂他一顿。妈，你不要再责备他了，他在公事私事都不顺利，我想他已经够为难了。你爸爸也真是的，我跟小一辈过不去，一点修养都没有。爸爸也没什么，就是脾气坏。慧玲啊，你从小啊就会替别人着想。哎，也许有一天呢，我就是为了你啊，会给你爸爸翻脸。我这一辈子跟你爸爸，什么都听他的，很多事情就是改不过来。我真没有想到，这些烦恼怎么会落在我女儿的身上啊？只要心里面有爱。开心就好，那么早点休息啊，明天还有一天呢。我功课一直不好，可是我记得有一句，古人秉烛夜游，良友一夜，我要通宵。哎呀，好了，还通宵呢，早点睡，明天再玩。哎，陈大哥，你穿那么严肃干嘛呀？你不觉得滑稽？来。帮你换睡衣。哎，小贝，不要开玩笑。你以为我在开玩笑？我是认真的耶。是不是？这些要他来给你做？不要胡说啊！电影里的伪君子啊，都是像你这副模样。可是当女主角要走的时候啊，他又着急了。不会装模作样的。陈大哥，你看你，你脸的胡子，胡子会扎痛人的耶。我不是怪你，
莱坞一个电影明星，叫什么？哎，萝卜太辣的。好了好了，我谁都不像，我像你大哥。大哥就应该照顾小妹妹啊。陈大哥，跟你说啊，带了一套粉红色的睡衣，还顺手带了一瓶香水，回房去一下，一会儿就来。好好好好，哎，你回房，我不许再来了。你不许我来，我就不走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哎，怎么样？你先早点睡觉，明天陈大哥带你去划船，给你拍照，好不好？谁稀罕？我自己一个人还不是可以划船？你看看，三更半夜的，一个女孩子在一个男人房间里，像什么话？笑死人了啦！这什么时代了嘛？这个老古板，反正啊，今天不走了，看你睡。这女孩子家一点都不罢休啊你！我才不喜欢做女孩子嘞，我已经是大人了耶。小平，陈大哥要跟你讲一句话，咱们可是结伴来旅行的，不是情侣啊！你要再闹，我叫服务生来。你叫警察来也没用，反正啊，说出口人家也不会相信的。我们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。出来玩还良心良心的，你呀是条牛，条天子地下的大笨牛。小平，你不要去了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吧。我们不能做对不起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啊。我反正不走。小平，哼，台北到台中，从台中到日月潭，是谁在烦心的时候陪你的？你老早为什么不赶我走？今天啊，我非要跟你在一起不可。小平，你对陈大哥好，我知道，我很感谢你。可是现在，请你出去。我不。你，好好好，我不跟你缠。你不出去啊？我出去。哪里都可以去啊，我顺着湖边去转圈去。陈大哥，你不要生气嘛，我是跟你兜着玩的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叫我说什么话？我真后悔死了。陈大哥，你把我看成什么了？你说这种话，后悔的应该是我。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？我是谁也看不起的一个人。哎，小平，陈大哥可没有这么讲啊。事实摆在这儿嘛。从小没有一个人管我，我爸只知道弄钱，我妈只知道花钱，我每天嘻嘻哈哈的，好像很愉快，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暗淡，永远是轻飘飘的，不着边际。有人说那是寂寞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只是疯狂的麻醉自己。你知道我能喝酒喝个通宵，跳舞跳上一宿，你以为那是痛快？那是痛苦。我多希望能有一个可以依靠、可以谈心、可以作为终身伴侣的人。小平，陈大哥已经没有这种资格，也没有这种条件。我，你有。陈大哥，你是我所有朋友中最有这个条件、最有资格的人。你脸上忧伤的线条，表现出你生活有多充实，你感情有多丰富，还有风趣的谈吐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。
希望有一天能靠在你身边，是你的保护。小平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说这些话只有在电影里头、小说里头才有的。不，陈大哥，是真的，这些都是真实的。小平，起来。陈大哥要跟你郑重地讲一句话，你现在所想的，这永远不会实现，因为你是在做梦。是在做梦，是在做梦。今天才知道我是在做梦。是你，是你把我的梦打碎了。作业呀，等咱们女儿啊回来了，让她批改批改。她不是也是念师范的吗？当老师的呀。她怎么可以呢？哎，我做事啊，一向坚持一个原则。我的事情啊，我从来就不委托别人办。哎呀，袁凤是咱们的女儿，哎呀，她现在正好毕了业，也调到台北地区来当老师。借故也可以照顾照顾我们二老，我的身体最近也不好，你又血压高。哎，其实他回来了，忙是帮不了什么了，其实我们的心里头总是比较踏实一点嘛。哎，太太，这生儿育女啊，都是一场空啊，啊！你看咱们那宝贝儿子袁台。满希望他出国呢，能够学成归来，光耀门庭，替国家也做点事情。谁想到他，哎，说得很明白吗？他是不得已。其实袁台啊，还是心里头啊爱着树萍的。废话，你说都是废话，不必回来，就知道了我没有这个儿子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医生不是再三地告诉你说不能够激动的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妈，袁凤，你回来了，真好。哎，袁凤啊，爸爸回来了。哎，好好，哎，站起来让爸爸看看。哎呦，又长高了啊。哎，不能再长了，再长就嫁不出去了。不嫁就不嫁嘛，在家当个老姑娘也好伺候爸爸和妈呀。你看就是这张小嘴甜。哎呀，其实啊，一个女孩子连刀啊切菜都不会拿的，你还能够伺候妈呀？是妈伺候你。妈，你可以教我吗？我可以学吗？哎，哥哥来信了没有？不要提他。哦，那我待会我到陈家去一趟看看，找淑萍姐看看。
德玉哥啊，看你的茶都凉了。哎呀，我这几天呢，真不知道是怎么样，老是好像心神不定啊。德玉哥啊，你是心事太多。哎，这一次我算是侥幸脱了险。我总有一个感觉，我好像实在是不喜欢这样日夜奔波的生活。这种工作从早忙到晚，拿一份薪水也只能勉强的维持生活。我欠你的钱呢，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才能还。德玉哥，提这些干什么？我啊，虽然不住在这儿，可是在我的感觉上，我就好像是这家里的一份子一样。德玉哥，我可不是要赖上你哦。来，哎，其实我那个裁缝店呐，现在生意做得挺不错的。德玉哥，我看你还不如把公司的事情辞掉，跟我一块儿做生意算了，说不定我们可以扩大业务，做得有声有色啊。这也不是我的愿望，是不是我老了？我老想到什么高山呐、树木啊这一类。德玉哥，本来你的性情就很淡薄的，哎，这样倒也好，干脆弄点资本，到山上开果园。我要就是这个意思。主任，哦，明慧你来了。坐，请倒茶。主任，我是代表我个人的意思来看你。谢谢你，真是难得你有这份心意啊。主任，我还是想请你回到公司来。谢谢。去，明慧。不瞒你说，我是不想回公司去。哎，我觉得。我好像比较喜欢田园的生活。主任，您还是回来吧，事情都已经过去，而且张老跟经理他们也很歉疚，大家也很希望你能回去。哎，这种事业就留给你们年轻人去闯好，有你在那儿会有希望。明慧，你要是有什么问题不懂，你来问我，我会告诉你。您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告辞好了。不送。主任再见了。不送。主任，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回来。爸，张阿姨，你们聊聊，我进去陪慧琳。对。慧琳好像最近脸色老不大好，你要劝劝她好好保重啊。好的，大概是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大哥去台中了，他担心。哎，现在这些年轻人呢，真是，哎，不能为他们放心呐。哎呀，那小咱俩还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说呢，哪好人怎么会跟我们发脾气？原来，陈大哥，少年夫妻老来伴儿，你也该找个老伴儿了，免得老是把一对眼睛盯着小辈儿的身上。啊，你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这还用得着我说啊？瞎子吃馄饨，心里有数。好，今天既然你们俩一块儿来，我也要说说你们。都一大把年纪了，每天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你说这样，洪炳辉愿意跟你们回去吗？哎，程大哥，你管得着洪宽，倒管起我们家的家务来了。无论在哪一方面。
红平都没有跟我们再住在一块儿呢。红平他自己不愿意回去。陈大哥，你倒推得一干二净啊！要不是你撑腰，红炳会这样吗？这，哎，好了啊，玉萍，回去回去。哎，要钱？还揍我爸？哎呀！是的，淑萍姐，我本来不应该来的，可是爸爸的血压又高了，哥哥也好久没有消息，真不好意思，时常来麻烦您，您的近况也并不是很好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回头我亲自给你送过去，或是让老三跑一趟。那谢谢你，不客气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张阿姨，嗯，淑萍，我真是受不了这种长期的折磨。宏宽不要家，我爸爸又这样逼我。哎，宏宽这孩子也是太不像话了。回头我去告诉德玉哥。不行，张阿姨，爸爸最近心情不好，我不能再烦他了。大嫂，我认为还是应该告诉爸爸。大哥那脾气谁都没办法的，只有爸爸能治得了。淑萍啊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爸，大哥他，张阿姨还是你说吧。德玉哥，你看宏宽这孩子，闹着非要跟慧玲离婚不行。走。什么？怎么不早说呢？爸。慧玲，我看这也是他一时的气话，我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？大哥还跟小平在一起。小平？嗯，苏小平啊。嗯，去把宏宽找回来。爸爸，他们在虐他。哎，你们这是糊涂，你们就让他这样荒诞下去。这是你一辈子的幸福，我去找老三叫他找回来。爸爸，不用了，你也不要再责备他了，他最近心情也很烦。心情烦的不止他一个，我还烦呢。元芳，本来是我要送你回家的，现在你让宝宝送。谁送谁还不是一样？反正我爸爸要已经送回家了。那好啊，我们就多聊一会儿。错了，我好久没这么高兴了，这一天。知道我都烦得烦死，我爸爸硬说我不是他儿子，逼着我走，那又冒出个姓苏的，他非说他是我爸爸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可是人不能老把什么事都藏在心里头，说出来心里会轻松得多。是啊，元芳，以后我会常常找你来聊天，你不会不理我吧？淑萍姐常到我们家，我们都是外人。瞒您说，揍过你哥。不要提这些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就实话实说，有一句说一句。以前跟一个姓洪的女孩要好过。我要回家了。哎，啊，听我把话说完，不要生气嘛。现在跟他已经分手了，也不知道到哪去了。如果你知道他的行踪，好像你要追着去似的。我怎么会呢？以前可不会，现在不可能了。我感觉啊，一个人呢，还是平平稳稳、按部就班的比较好。平凡就是福，我也是这么想。红炳，快回去，爸发脾气了。奇怪，我又没跟红美人在一起，什么脾气好发的？还不是为大哥的事吗？大哥。那我走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淑萍姐，真是谢谢你。如果你不帮忙的话，我爸爸一定会有危险。我真是该谢谢你。我也得谢谢你了。我们家老三呐，是匹野马，
你可得留意点呢。真抱歉。用不着，我去跟你太太说去，跟她说你是全世界上最标准的丈夫，对她忠实不二，对她感情专一，对她永远不会变心。你也不要这样埋怨我，以后我再补偿你就是了。你只会说好听的。现在我也没有心思跟你吵。小敏，你先离开好不好？我要一个人多待几天。哟，那我回去怎么跟你太太交代呀？再说你们一家人一个比一个厉害，没一个是我对付得了。万一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陈总。老三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你是我哥，她是我妹妹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骂你才好。谁是你妹妹啊？你又想来抓我，来揍我一拳？你打呀？你怎么不敢打了？哎，老三，真恨不得把你们两个一块给淹死。好，那也好。我现在最好是有个人来揍我一顿，我心里也感到舒畅些。老三，爸爸，爸爸，你还有脸叫我爸爸？啊？你这几十年的饭吃到哪里去了？做出这种事情，还像个人吗？做医生要有医德，做人要有人格，你糊涂。陈爸爸。我们不过是一块儿结伴旅行而已。这日月潭是观光圣地，谁都可以来，您又何必骂人呢？小平啊，你真是缺少教养，怎么跟你妈一样的口吻？洪宽是有太太，你怎么还跟他在一块儿？我喜欢跟他在一块儿，吃馆子、坐车、上旅馆都有人付钱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啊！要脸的东西！要脸？不要脸也不是从今天开始，也不是从今天开始。你打呀！老三，老三，你怎么这么野蛮？你对一个女孩子这个样子？我野蛮？我问你，你对大嫂什么态度？你给她精神虐待，你居然背着她做了这种不道德的事情，我打她，我是看得起她。老三，你哥哥也够惭愧的，不要再说了。爸爸，我是因为心里烦，所以我就出来走走。我跟他在一块儿没做什么嘛，就是这样啊。陈大哥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竟会捡好听的说，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呢？这男女之间走遍天下都是讲得通的。你把我气死！气死，活该！陈大哥，我们走，别理他们。你不是说好要带我去看山地歌舞表演吗？谁说的？小兵，你不要冤枉我。苏小兵，你们苏家跟我们陈家可以算得上是世交。我这个人，我也向来不反对正常的交往，但是像你们现在这种不正常的来往，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，也不会有快乐。好了，你们现在两个不要多说了，跟我回去。干什么你？跟我回去。怎么样？立刻回来。
哎，天哥这好啊，儿子女儿都回来了。你女儿是回来了，交给你。儿子，哎，红饼，红饼，小子真是一头野野马呀！怎么样才能驯服得了你？嗯，小编，你这一天都跑到哪儿去了？啊，谁养着你白白胖胖的？还有人会问我上哪儿去了？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怎么没人问我啊？嗯，我哪儿都去了，舞厅、担子房。凭我嘛，还不弄点钱花花？反正有钱，谁养我还不都一样？你听听听听，你女儿说的什么话？太不像话了！女儿在外面受了那么多的苦，谁叫你穷得直冒泡啊？简直是莫名其妙。谁莫名其妙啊？叫混球吗？简直是。哎，你骂人呐！骂人不行，骂我的。走，慢慢的吵。我走。哎，三金，三金啊！你看吧，都是你，牛力又跑了。跑就让他跑吧，饿不死的。大哥，今天的事情过去就算了，以后要是再让我们碰到，我就没什么好脸色给你看。红宽，你先回去吧。我跟你说过的话，你记着就行，啊。回去。爸，你要回哪里去？那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。您不知道，我回到那儿去，一分钟都待不下去。大哥。你这么做是犯法的，小平更是犯了妨害家庭罪。大哥，大嫂她并没有怪你，你赶快回去跟她道歉。大哥，大嫂哭得好伤心哦。哎，这个不管是谁，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是非常可耻的。大哥，你是我们家的大哥呀，我们大伙都需要一个好榜样。你们是怎么了嘛？我跟小平也没怎么样啊，你不要误会我好不好？我们没有人误会，我们怎么没有带一个女孩到日月潭去？事情发生了，错了就认错，想办法才对。大哥，这夫妻间有应尽的义务，你这样做是违背了民法的要求啊，我希望您好好的想一想。大哥，平常我就不太爱讲话。但是今天我非要跟你说明白不可，在你还没去日月潭之前，大嫂就已经知道了。那我更不能回去，我有必要回去。正好，听我们说完嘛。虽然我们不成家，可是我看的太多了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。你们有没有亲身体验过那种长期受罪的滋味？我在他们家的时候，天刚刚亮，我就想赶快跑出去。你还没有黑我就恨，恨为什么恨得这么快？他那站在门口一站就站半天，我就不愿意去跟那个门。二姐，结婚那么痛苦啊，吓死人了。所以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不管你们怎么说。我是绝对不回去，就是。我就不相信小平是狐狸精啊！大哥，逃避责任是懦夫的行为。大哥，这是家庭生活，需要容忍与谅解。哎呀呀呀！好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已经。今晚你们不要再多说了。你也不能怪弟弟妹妹，你自己要争口气，他们都很敬佩你，心里头有什么痛苦，尽量回来找爸爸，跟爸爸说，啊，回去，我送你回去。陈志伟，陈志伟，陈志伟，陈志伟。
出没啊？我这受不了你，这广告也做了，海报也贴出去，你怎么还在这闲聊天呢你？啊，哎，大哥，你一定要回家去啊！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我介绍一下。哎，好，你认识我，我认识你就可以了。至于你们全家要认识的话，很简单。哎，哪天有空，哎，咱们大家到馆子随便聚一聚，聊一聊，不就认识了？哎呀，我这个人呢，记忆力太好了，这个只要见一次面，下一次见面绝对不会忘的。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去换衣服啊！这穿着唱歌的衣服。在路上走啊，不好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你这个衣服是要上台亮相的，这个在街上走有什么好怕？快点，快换衣服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哦、快点，快点呢！哎，对不起，打扰各位了。哎，不过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不守时的。这个像陈淑美这样不对的，要不是我赶快来迟到，他就完了。你要知道，这个迟到会给观众们带来最坏的印象了。哎，师姐，你得赶快了，现在观众啊已经开始不喜欢你了。好，来呀，让我把衣服穿好吧。对，各位大概不认识我吧？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哈。我叫陶阳川。我这生没什么长处，我就会发掘新的歌星。谁要是让我看上，是可造之才的话，那他必定是可造之才啊。这是我天分。对了，陈淑美小姐，她未来的成就一定是很大很大的。老先生，我，爸爸，哎，你们看我穿这样好不好看？仙姐，哎，漂亮啊！哎，这个漂亮，我们以后再说了啊。各位，现在我要带她走了，你们在这儿等待着迎接一颗闪亮的星星就可以了。走吧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快，没事，快，再见。好，各位再见啊。再见。这刚才这个究竟是谁呀？从那么闹冒冒失失的。哎，我刚才给把他抓住才对。爸，他是淑美的经纪人，是有名的星探，听说他训学生呢，蛮严的。王宽，爸爸年纪也大，你听爸爸的话，回去了。爸爸，要不是眼看着你们一个一个有了着落，你怎么能安心呢？走，爸爸送你回去。爸，我回去，您不要送我了，我自个儿回去好。人的意志和情感必须要平衡。情感是生活里不可缺少的润滑剂，但是错误的情感就好像是加在润滑剂里的沙子，会给宁静的生活带来可怕的后果。洪宽的遭遇如何呢？请继续收看《满庭芳》第27集。